Candy 啊，阿思Sir，佢係一個好有愛心嘅老師咯。又好中意跑步咯，基本上每日跑。佢好快啊！瘋狂嘅，去到一個中意跑步嘅地步。外星人添啦，點知好多外星人啦，癲嘅咯，就係癲嘅咯。最初其實都是覺得哎呀個人咧好肥啊，即係有肚腩仔啊，咁覺得哎唔得啦，咁要做一下啲運動啦。平時跑開都係運動場海旁，其實覺得幾悶嘅。當一次偶然機會之下有啲時間，咁不如試下跑出青衣橋啊！一路去深井啊，跟住去到屯門、元朗，哇！原來可以一路去嘅，即係可以一路去睇唔同嘅風景。其實我好少用練跑依樣嘢嘅，平日嚟講星期一至五啦，我都係跑步翻工放工。星期六通常都會跑100公里左右嘅，係啦。星期日其實我就家庭日嚟嘅。哇！一幾好啊，叻啊！咁樣係咪講我唔會跑步呢？因為我都其實都有跑。好，跟住咧，其實我又唔覺得係一種訓練，但我 enjoy 依樣過程咯。即係2010年12月到而家。咁我係跑咗45000多公里，即係其實環繞咗地球一個圈。咁我覺得我就好想知道人生可以跑幾多公里啦。我係跑友啦，咁有兩個討論區嘅，一個叫做癲友，一個傻佬。咁其實都係講緊一班咧好中意跑步嘅人嚟嘅。咁所以我諗個名字就不如就叫做癲傻。咁上年係246公里，今年係去到150公里。出發時間朝頭早嘅7:30啊，去到第二日5點。早咗瞓啊，其實其他都冇啦，都好開心，就瞓到好好足啊。所以今日覺得狀態好好，咁啊好開心，咁大班人咧一齊玩，好有信心啊！辛苦大家啊！咁就青衣出發，都係九龍新界一個大圈啦。後屘翻青衣嘅，多謝。我哋係大埔嘅跑步友，見到佢個路線咧，係有大埔有個站咧，咁我就喺大埔呢度join即大隊咁樣出發啦。冇錯。咁啊，20-30應該就走唔甩噶啦，係啦，或者40-50都走唔甩。Thank you 啊，大波歡迎你，快師，好食啲嘢先，食啲嘢，食碗面先。而家最緊食飽咗佢，跟住就繼續咯。OK 啊，今日個狀態幾好。誒，冇嘢咁嘅你好似。哇！而家朝一半啊嘛，如果而家有嘢死啦，玩唔曬嘅應該。仲有10粒星最貴啊！你而家幾多星？8-9粒啦，好攰啊，只腳好酸啊。咁4度啦，不過食完嘢又好啲嘅。鬆啊，四。一大班朋友一齊跑咧，咁有啲人互相支持一下咧，都會覺得啊，跑到嘅。哇！今次6級回嚟。我唔理啦，總之向前一個 point 一個 point 都冇理啦，總之一定要完成啦。好，跑快少少，8分鐘休息。係啊。咁你傻影問出先啦。班好快啊，咁可能諗住收工啦，大家都，咁就大家都跑快啲咯。恭喜！而家9級攰啦，因為咧好眼瞓啊，真係
而家真係想快啲翻屋企沖個涼，跟住洗手，因為聽日要翻工。你會唔會跑步翻屋企？唔會啦，而家跑完之後要唞一唞，唞一日。元宵動腦 Q， 超年化身主播冧住送獎金，2月19日晚上10:30，可能係最多心心眼嘅動腦 Q。